Hello， 我是佑化，欢迎回来我的枪法小教室。这次来分享我最近修指挥刀的方法与心得。Go go！ 跪求订阅。本次的修复主要是针对护手这里断裂的情况。这个位置感觉蛮容易摔断的，可能是因为材料的几何不连续性导致的应力集中。言归正传，需要的材料有铝线、尖嘴钳，主要是用铝线连接断裂处的两端。第一步，剪一段铝线，对折穿过护手上面的洞洞，然后开始缠绕。固定完之后，铝线尾端要收起来，免得刺到手。大概这样。如果缠一条铝线还不够，可以再加第二条。两条其实差不多了，但还有点晃，那就再加一条。完成。来试刀一下。还有修另外一把，这把只用两条铝线，相对比较好看。大家都知道指挥刀很贵，一把约5000起跳。在学生时期，财力不足的情况下，能救一把是一把，不小心再摔到也比较不会心疼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我是佑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